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吃炸酱面啊，这是四宝。我刚才有点事儿给它放坨了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吃完。我发现我一煮炸酱面我就有事儿。上次我是煮了一大盆，结果我家孩子上网课，我没录上。这次我又煮了一盆，刚煮好又有别的事情，又放坨了。坨了就是有点干吧，不好咽，但是不影响口感。嗯。汤汤了，这荷包蛋煎的太成功了，太干巴了，这也不是我的风格啊，这么慢。煮面一定要趁热吃啊，别像我这放凉了放干巴了再吃，不好吃。